韩国高龄 YouTuber 71岁阿嬷教你化妆。아까도짜증났네요너무많이짰어요다른때는두번버릴거예요짜증났어요拿起化妆品自信满满的对着镜头上妆她是韩国的网红阿嬷今年71岁的她同时也是一个 YouTuber 여기또이런데갔어요어떠세요用棉花棒细心画出圆点图案，时髦的阿嬷对于指甲也一样讲究。YouTube 频道才刚成立一个月，已经吸引了十多万人订阅。不只是分享彩妆，阿嬷的好手艺当然也要PO上网。透过影片记录自己的生活大小事，时而唠叨却不失率真可爱的模样，让网友直呼看了就好疗愈，和自己的阿嬷好像，忍不住就按下订阅了。TN淘新闻阿嬷也是疗愈系的哦，报道。